一斤儿，谢谢老板们的分一斤，给老板们一个波波。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我今天的直播从早上早饭开始，一直播到晚饭，兄弟们，该吃晚饭了。一整天的时间全部都在这里直播，播了一整天了。从吃早饭开始，还有2分钟开奖啊！这波抽奖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谢谢啥游戏？现在买的飞机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了啊！五分之一。有最后想偷个塔的，可以开始了。咱打把瑞文啊，还有一分半了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先打骸骨镀层，没打掉，先 A 一下，没带骸骨可以。好，平 A 让他抠，来放抠。那二段抠呢？让你吃了，一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再 A 吃药，再 A。谢谢胖子寻剑阳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来一上来，没带骸骨，带个防御天赋，带啥了？带盾机了。谢谢枫叶玉，一 A。马上死，别升级，求你了。三二，这波直接打他啊！别让他把这个小兵给杀了，我应该死不了，问题不大。阿木木应该也不在，回家了。谢谢胖子闪现，一小兵。他的血不足以让我们能击杀得了他，他指定是闪现舔我们，直接走位。哎，这个走位有问题。谢谢肖厉害，还有5秒钟了啊！谢谢又是想你的一天，感谢子夜 M， 谢谢韩毅，这不应该呀，这走位怎么没走开呢？这波走位不对劲啊，这波。你把他拦打了，对。这波别上啊！我们第一没有药，第二没有他等级高，第三他的小兵有点多。如果我们直接 E 上去被他打半管血，那么永远也杀不了了这波，知道吧？这波老老实实的把这波兵给他吃掉，别像个愣头青似的上去直接就干，那不是那么干的。这小子100%去中了啊！别打了，那都3打2了，那流都来了，不能再瞅了。我瞅他们一个我漏一波兵，我瞅他们一个我漏一波兵，我不瞅了。我不看了。这一头，哎呦我操！一 A 突，就一波剑圣吧。不救了。
一下，直接塔下开始 A 兵，让他 A 我们，三二 A Q E 死。你可能没看清他是怎么死的，你可以回放一下。一般用右眼是肯定看不出来的，啊，这边他是怎么死的，你是看不出来的。我建议可以回放一下。谢谢水关酷浪子的飞机，谢谢老板的飞机啊！回家，不回家，吃波塔皮，直接 W 过来触发耀光，一个平 A 走了。这把出三下，我个人感觉这把出三下应该能更狠一点。他们家除了阿木木，其他的英雄啊都属于近战，也不是除了阿木，除了小炮啊，说错了，都是妖德尔人，都是近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出个三项，再来个破败，应该能无敌。控一波线啊，先插个眼，防止对面阿木木赶开我们。防止阿木木赶开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红给他偷了，走，去把他红给他偷了。把兵线控在这儿，把红偷了，把跳弹放在这里啊。嗯，不是偷红，那是把阿木木给杀了。好样的，兄弟，我这收红又收人，哼。这瑞文五级，他如果想跟我们打，可以打。快点过来，把兵线卡住！往前走来，一直卡着啊，一直带着兵线走，走到他的塔下，把兵线给他卡住了，先 Q 他一下 ，E A W 走，哎，把兵线卡住，卡到这里。现在就怕什么？就怕那阿木木赶上我们。我们不主动上，阿木木赶上我们就没用，知道吧？他如果敢上来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可能旁边有人，不打了。哎，我停停，不打了啊！没在旁边，没在旁边，可以耗耗血啊。要补刀抠你，这波再敢抠就死。死了 ，E A W A 加双 Q 再 A， 闪现没有用，闪现 A 平 A 接 Q， 再见。这波其实早点跟闪会好一点，因为他技能马上好。如果我们早跟闪，他能早死。我都闪慢了，我一开始我摁闪了，他没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1533刚好够。斩老孙一棒！不打了，回家了。这把还行，死的没多快，可以接受。
你往上走，不用。哎呀，我就感觉这补刀咋这么费劲呢？这应该是皮肤的问题。这边赶紧推线，再去帮他啊！哎，我到了。全死，哎，你说是谁给你的勇气敢在这里打野的那兄弟？梁静茹吗？梁静茹也不至于这么狠吧兄弟。你说我都眼瞅着你往里边舔呢，你为什么敢在这里打野呢？你要是张靓颖，说实话我还给你点面子，我是他本身。眼瞅着我往里边往那舔鸡儿，这么喜欢舔鸡儿吗？抽一下，哎，杀来，你先上，直接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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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我扛塔？直接把他二塔拆了，红，拿个红，别着急，他可能搁这舔我们，小心点，小心这流啊！别急上啊，挡一挡。先杀他流。哦，为什么塞拉斯过来了？我天哪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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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别帮了，别帮了，输了，这边必输。别杀，别帮了，别杀了啊！别杀了，别杀了，这边是必输的。这波三换二，为什么后屁股出来一个塞拉斯啊？我天哪！哎，一开始塞拉斯没来呀，怎么突然之间就冲出来了呢？哎呀，希望他们能喊多过几招。让谁给下当的？这是我看看啊，让解脱者。哎呀，解脱者有点肥呀。上路先带线啊。阿木木这英雄现在是真狠，该上班位了，伤害太高了，他连日炎都没有，而且他控制时间有点太长了，还是团控。本来以前还能放点技能，现在连技能都不让放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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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波去中，这剑圣咋这么脆呢？这剑圣也太脆了，可以打。这波阿木木大招没好，让我抠死他。别的我不想知道。我就想知道这露露到底在干什么。
守备。中，不行了，这一换几三换二，塞拉斯被我杀了，还行。不好打呀，这把呀，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家中塔给拔了？才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吧？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家中塔没？寒冰的下路带线，那寒冰不来，那你能怎么办呀？你说他永远他也不来，他就一直在那带线，那咱也没办法，也没招。永远少一个人，守中塔。别着急。这里指定全是眼儿，他们现在又开始打团，又要阿木木大招，应该没好，我觉得阿木木大应该会很慢。机会有点渺茫啊，我觉得机会有点渺茫。哇，兄弟，飞尸了，没用啊！他上了，他们家人上不了，没关系。那剑圣去带线，其实我应该去带线的。给了吧，不行，那龙。那你们这也没办法，我根本我就没有机会上，真的上不去，回家了。我得出个蟹手了，赶紧啊！没有机会，中塔不拆，我们很少有机会能杀人，你知道吧？中塔必须得拔。这把中塔不拔，杀不了人。蟹手黑切可以，没啥机会带带线儿吧。其实越往后拖，我们家越打不过对面。寒冰给人刮痧，剑圣会让人秒，不好杀，拉倒，直接中推，拆塔，放峡谷，好上，来舔来。好上，好送，我们杀着塞拉斯啊！来，这波流头真的是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是救世神流，救世主，这波流头就是救世主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这个流头，我们家就没办法破对面高地，纯是救世主。
这家伙的，走，差不多撤了，差不多撤了。大龙别丢啊，大龙丢了就坏了。其实推完这个就应该走，你知道吧？推完这个就应该走，不应该再去打去了。这个小炮即使杀了都没啥意义，你知道吧？这波猴子，这不是这波猴子，这波是剑圣。你自己看是谁先上的，剑圣不上，你说我能上吗？对不对？怎么能是我救世主呢？怎么就救世我了呢？那俺们看回放呗，要不对不对？剑圣不上我也上，我干哈上啊？我都马上拆完走了，我干哈要上啊？咋这么能降呢？就打着打着非得就是要降一手，你这就是我上的，怎么就我上的了？跟我有啥关系？来打个蛤蟆，不能拆了，别着急啊，先打个河蟹。现在不着急推，因为对面有龙。OK， 他们俩上阿木木，我们直接把下路高地拆了。那两个人肯定全死了，别管。小龙，跟我来，小龙。先杀塞拉斯。哎呦我操，小龙吧，把小龙拿了，线手出完来个黑切啊，其实那塞拉斯我能杀，我有点失误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直在外面给那些人给我找刚才到底是谁上的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虽然说是没必要，但是我就一直在外面找到底是谁先上的，我就必须得给你告诉你。先去下路带线啊，好嘞，开始看到底是谁先上的，来注意看，来先拆高地啊，别着急，这边先拆，就硬跟我降，我就必须得给你制服了。来看着，看剑圣，哎，看着剑圣呗，是不剑圣先上的，我没动他吗？我本来我要往右走的，剑圣打了一个信号，正在路上要杀小炮，还降吗？这波可以去中包他们。包个屁。
往左走吧，这波容易死。溜溜溜溜溜。快走快走快走，这不能打。上路收兵，1400块钱。现在想赢，我们得先杀他们家阿木木。真幼啊，天，怎么这么幼啊？寒冰20秒，中路高地给他们了，不要了，拆上路高地去。哎，为什么我会打他？为什么塔会打我呀？哎，我服了，为什么防御塔打我呀？我没有打这刘，为什么防御塔一直在打我？我操了！哎呦，我真是服了，为什么防御塔一直打我？我想知道这个事儿。假猴也应该打塔呀，假猴，我打塔，假猴为什么不打塔呀？我记得假猴是往前放的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是佛了！本来这边高地拆了的，哎呀，真是烦死了，真不智能。反打不过，只能我带，你们别打了，找机会吧，行不行？打木木都打都不掉血，你是这玩意儿那400来护甲都不打都不掉血。在牛头面前扛着才想多了，你想多了。我不打他人，我拆塔随便拆。打这波小炮上路拆塔了，哎，不好打呀，这我人呢，牛头呢，牛头哪去了？我操，牛头飞了，牛头人呢？哎，他这也太累了，他在天上打不着，我靠！不打了，兄弟，撤！怎么牛头在天上一直晕我们顶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这也行。铁手触发，走位，走位，还不如给他拆了呢，我操，应该给他拆了的，先来个死刑吧。那牛头飞天上去了，这人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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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人了，开大，
首波基地吧。移速太慢，390，那没办法，往后撤呀，兄弟呀，往后撤呀，往后撤呀，别上啊，别上啊，别上啊，我人没在，别死了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买钢铁合计吧，这波手中，他们要硬拆就跟他们打，没事。哎呀，这剑圣怎么跑那边去了？我天哪！别追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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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操！我一秒人就没了。哎呀，好难打！好难打呀！这阿木木打着全 AD 阵容，确实有点太克了。那前排一扛，下路一崩，游戏直接就结束，你知道吧？根本就不好打，实在是打不赢。这把我们就只能单带。